Gary 生日快乐，简文峰生日快乐，仲有边位啊？林家乐生日快乐啊！有边位飞龙生日快乐？有边位啊？Ocean 生日快乐啦！有边位张浩轩生日快乐？何立王生日快乐啦！有边位林国华生日快乐啦！大家生日快乐啦！仲有边个啊？啊？陈云生日快乐！仲有呢？谢东生日快乐啦！就我哋玩到边，玩到跳桥咯，记得跳桥，想用嗰、那个，想用嗰个遥控机啊，睇翻自己影相，但系失败，因为未知道，好白痴。佢一个距离咩一远咗啊，即刻一个画面入边有咩黑白色，而家好白痴，跳下楼咧，佢唔知道咩时候唔俾你睇佢跳楼定点样，即刻又变咗黑白色画面，唔系笪落地。即系死嗰个画面唔俾你睇，唔知咩回事啊！而家有电流声，系呢啲吱吱吱定系咩电流声啊？边度有电流声？点电流法？喂喂喂！而家仲有冇啊？而家有电流声，头先有，又话系惊啲声嚟，即系佢一开头捞嘢嗰啲啊，一阵就冇，又话啪啪声，又冇，冇了 ，OK。而家要做啲咩啊？想试多次跳楼定咩吓？做嗰啲任先啦。呢个咩露营友啊？露营？呢度唔俾露营噶，非法露营噶，怀疑你。呢度系政府嗰啲吓桥底。而家我哋系康文署。好。非法露营啊嗱！亂咁俾你露嘅咩？啊，公园唔俾你踩单车噶啦，不嬲。公园俾露营啊？话二度宣布破产，肯定系不阿吴阿当，但系佢收入二度宣布破产，但系收入有成过180,000万，100,000喎、啊，差唔多20倍，即系讲大话啦，虚报资料，跟住再上油画班，内部审计，哇，全部富家子弟都系10几倍。收入咁多，我做咩事啊？我点啊？佢个火系嘛？佢因为佢呢个有个萤火定咩？但系我唔知道踩空气都扣血啊！低能啊！黐线！关啊！哇，个萤都仲劲喎，有金钟罩、黐孖筋。睇下先，升下嘢啊！好耐冇升，而家有17点。睇下先啊，呢、這个叫黑社会打人好啊，呢、這个要啦 ，call 帮派，搵人冧佢。跟住咧，帮派冲突，召集高阶帮派成员围攻你嘅目标，咁都好喎、啊，即系可以狂搵 call 黑社会，即系呢个系巴结黑社会嘅技能，狂叫。嘟嘟嘟嘟嘟，跟住呢个就系帮派战争，但系要攞咗啲道具先可以。呢、這个咩报警啊？咩通缉要犯？用特殊即系嗰啲即系帮人哋 mark 鬼咗系嗰啲程式，即系喺度控制人哋啊！跟住呢一个就系大规模通讯干扰，分散你周围所有人嘅注意力。哇！即系一次过整聋人哋只耳系嘛，定点样？呢、這个都劲喎，讲真。呢、這个我未学到啊，
即系要逐级逐级升。呢、這个咩改良透析系自动 mark 住边啲有大量存款，即系会自动知道边啲人有钱就可以偷嘅，都要学噶啦呢啲，冇计。呢、這个就唔够技能点啦。跟住呢个咧，跟住咩啊？咩指定载入载具并可以哦，可以控制架车咁样碌人遥控车，都好似几有用嘅，唔错。胜利，我一路系冇胜利，但系玩得咁劲，几劲，你升爆晒咧！但我就系用紧最渣嘅黑客嚟打，玩边个任务啊？主线任呢、這个睇先啊，佢好白痴，有时啲主线任咧好系好抵嘅。呢、這个甜蜜的家庭仲争一个做完，好白痴。点解主线任摆咁抵系咩一回事？我都完全谂唔明啊！有冇可以解释俾我听？点解佢要咁样做？这样做对佢有咩好处？跟住支线任劈晒喺上面，跟住嗰个主线任咧咩击败暴老母，根本都冇得做咧，要做晒其他主线先可以击败，即系最后 boss 嚟啦。嗰、那个就是最终任，佢摆咁顶把鬼咩？啊，即系拱啲可以做到嘅任上嚟啦，晾住嗰个位，低能啊，系咪先？哦 ，Come on man，Come on man。收地啦 ，Come on，Shut up 啊！哇，还拖？点解唔系第一时间打揼我条友啊 ？Hey you，You 咩啊 ？You， 弱屎啊！打爆你后脑，一嘢呕落你后脑开花。哇，佢做咩？炸死啊！炸死！咩十字车过嚟，喵喵喵！好，轻声换衫，唔中意有人阻住我换衣服。睇下先，有啲咩衫拣啊？都冇咩太大特别啊，呢啲啊？呢个啊，是但啊，试下呢个啊。好，有啲咩符都冇咩特别嘅，唔系话太有趣。呢件啊，谂下先，呢件都还好嘅，试下啦。换衫就劈劈劈，我喺度拍手掌。咩啊？呢、這个就系啱啱救护员拍手掌救人吓、救一个人就唔走啊？边个俾你救佢啊？佢可唔可以 call 白车再叫救护员啊？即系救护员冧低咗啊！唔该，你叫一个新嘅救护员过嚟，即系一路 loop 落去，即系最后就成条街都系白车，有冇可能？会唔会做到呢个行为啊？好，睇下先，呢个就系遥控我咁样，一嘢对倒车冚死人嘅，狂噶，乱七八糟，差人乱咁黐线啊，差佬癫咗啊，哇，仲喺度乱咁射人，自己撞人仲射人，系咪黐线嘅啲差佬？你咩料啊？哇！差啲整到我，好偷埋你钱啦、啊！哇！点解？哇！黐孖筋啊！佢咩乱咁射人，癫咗！哇！咩事啊？有黑社会无啦啦同我喺度博火，做乜鬼嘢？黐咗孖筋，送你一程啊！哇！佢即刻走，佢见到部车唔受自己控制，惊碌差佬。我啱啱仲学一招咩啊？咩 call 黑社会啊？
睇下先啊，好似嗰啲咩丧尸病毒又要草。好，喂，黑社会冇所谓啦，我揸差佬车。好，耶耶耶，攞啊差佬车，太易玩了。跟住而家有咩？呢个系继续嗰个咩 Home 2.0 嗰个家庭智能家居。好，几威！嚟啊，攞自己呢架警车喺我车房哦。Yo, I'm listening. We've got a lost monkey near you with all this confidential. 咩有边个迷路嘅猴子？佢带嚟嘅资料，你可能咩？我帮助你辨识嗰个灵长类啊，你可以去睇睇啊。They won't stick around, you know. Yes. 呢个马骝戏会继续进行噶啦，你得闲去 check 下支线任啦，又系讲成日得闲有嘢啊提我，点啊？呢个机械人已经改装成咁型，本身嗰个好核突，而家即刻帮佢。整到劲有个性，哦呢、這个咩啊？把手， Ready to rock it? Yes, sir. 你准备好未啊 ？Yes sir。点解喂？做咩我要揸车？你黐线！哇，佢心口有个撒旦嗰啲。喂，呢、這个靓仔，呢、這个机械人个涂装唔错，同我一样讲嘅嘢，好有品味眼光。跟住咧，而家揸去边啊？我觉得我哋要赚到个长假，你要加入啊！我想同海豚一齐游水啊，唔系魔鬼鱼游，好型啊！食屎啊，魔鬼鱼啊！嗰啲契弟啊，将鳄鱼猎人杀死，你唔好相信佢。咁啊，海豚咯，喂，嗰啲动物靠唔住啊！点解啊？呢啲纪录片啊，有个主题乐园啊，成日发生命案啊！都装个24小时海豚监视器啊！你知唔知拍到咩啊？拍到个海豚杀人啊！喂，你讲到好似杀人鲸，唔系啊，海豚癫啊，有鳍啊，鱼刺喷你窿，你知啊？即系个海豚又会杀，即系个意思，啲动物可信唔系咁可爱。哦，你阿爸喺度吹水嘅啫，啊，报告喺度倾紧杀人鲸海豚。咩算数呢？啊，拣魔鬼鱼系点啊？佢哋动物会杀人嘅，你究竟噏乜噶？究竟执行任务定讲魔鬼鱼？我哋讲紧啊，整天线要点整噶？吓，我攞啲海豚鳍嚟比喻啊嘛，你唔识听咩？咁蠢啊你哋，完全唔知个狗唔搭白。其实我都觉得嗰啲谈话内容，无啦啦讲咩海洋公园啊，黐线！噏乜啊，大佬！嗰个黑客，嗰咩 Google 嗰啲无啦啦讲海洋公园，即系讲个核兜咧，佢个解释都极差，咩咩诶咩？我哋讲紧啊天线，好似鱼鳍、鲨鱼鳍啊，嗰啲咩咩海豚鳍、魔鬼鱼，我未听过啊！咩同魔鬼鱼一齐游水？魔鬼鱼会唔会食人啊？好似魔鬼鱼又好似唔会食人。海豚会有智慧啊嘛，有时嬲嘅话系会，可能会癫起上嚟，系的确会伤害人类都未出奇。之前咪有新闻讲过咯，咩海洋公园有传啊，呢、這个唔知真定假，话海洋公园有啲海豚咩有智慧倾向，系咁冚墙，即系想自杀定乜鬼嘢？梗系试过海洋剧场开咗个闸，嗰个海豚游啊嘛佢。佢示威抗议定乜鬼嘢啊？好揸下上去啦！低能啊！呢啲咁嘅栏杆咁鬼硬净，冚唔烂，唔紧要咯。显示我高超驾驶技术，喺一个咁嘅边，我一样可以揸到上去。你估我最后呢架车可唔可以顺利过关？啊！抵啊！行边边都冇碌落去，劲啊咧！抵啊！劲识唔识出啊？孖宝兄弟啊，孖宝赛车，我一嘢咁样弹起，呢个就系高手黑客。孖宝赛车，睇住啊！烂啊，契弟！好，蹦吧蹦吧，
马姆赛车。关啊！屌，呀劲喎！如果有，如果我喺同差佬斗嘅时候，我一嘢好似四驱兄弟咩巨霸豪，一嘢大石砸死啊，砸落去。好，呢度系做咩啊？我嚟呢个区域系，我都唔系好知道，我而家嚟呢个区域系做啲咩？I'm gonna hang out here. I'm allergic to tight spaces. 我哋喺度等啊，我哋对狭小嘅空间咧好辛苦嘅，即系佢唔肯潜入啊，即系而家要去重新启动嗰个苏特罗嘅系统，即系嗰个机械人仔啊定咩咯？好，总之要入去呢个 office 咧，呢个基地信号，即系呢个就系可能 Google 定咩嗰个信号塔之类，唔知有冇得跳楼？我哋好啦，准备要潜入啦。嚟啊！呢张相啲友都好开心啊，好多人 like 啊，有 follow 啊，加 follow 啊。好，苏特罗塔呢个就系嗰个发射站，似乎都有好多木嘴啊。睇下佢射啲咩先，佢吃脑又系嗰啲僵尸病毒，佢食脑啊！食脑啊！即系你想考智力啊 ！Christ， 嘟嘟嘟嘟，而家咩？我揾到你背叛你嘅人啦！即系已经 call 黑社会过去打佢，立佢啊！呢度有打靶仔啊！叫黑社会打到佢飞天，嗰啲大佬定咩咩人同生一马定咩打佢？而家佢哋会嗰啲黑社会入到嚟定点样？其实系会等几耐？佢会揸车咁样擒入嚟定点样？如果附近冇黑社会，佢唔会过嚟，定佢真系会照样行过嚟？佢听到枪声，真系冲入去冧佢喎！黐线！好冧啦冧啦，砰砰砰，鬼打鬼非常好啊！砰砰砰，哇！佢 call 个增援，黐线关鬼事！关啊关啊！哇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砰砰砰！啲黑社会唔系劲到咁啊，几条友肥死咗，我乜都唔使做，砰砰砰！好系啊，呢度啊，继续揾啦，啱啊，今日呢个咩500帮，正系对住呢个咩帮会发生冲突，哇！关啊关啊关啊！菠萝。哇、啊！冇人死，死咗啊！好，系咪已经杀到七七八八啦？我又听到 call 差佬喎，边个？而家我系做紧战地记者嘅，讲真啊，跟住我仲可以喺度偷钱偷食。好嚟啦，发现到有打靶仔。喂，黑社会大佬啊，同生一马围呢度有阿锦喺度啊，出卖你个打靶喺呢度啊，快啲过嚟冧佢啊！系啊，有打靶仔，快速度个险仔谂住走佬啊，快啲啊，过嚟怼冧佢！而家黑社会已经征服，如果一个黑社会系咁易冧咗呢啲咁嘅公司，佢都几大镬，讲真，哇，差佬，好。入去啊，扮佢啊，喂！喂，佢走佬喎，系咪？我已经差唔多啦，系嘛？已经七七八八都清咗唔少。好。太易玩，讲真。我之前仲冇用呢啲技能，原来你系用呢啲技能屈机低 B， 我系喺度打生打死。好，而家等我示范下高端黑客系点做啊！好，有一个傻仔身亡。好，呢个畜生。
以为瞓着咗冇事啊，吓正蠢材。啊，安乐死，哇，太易玩了，啲人已经七七八八。跟住我哋而家要喺度启动系统。哇，呢个又可以 call 咩增援？有傻仔见到我隔篱，正常都即刻发现啦。低能仔，哇！哇，呢个女人嚟啊，好似咁高音啊，黑妹警卫。Yeah, yeah. 喂，你睇下佢只手系咩事？点样摄咗入去？打石膏嚟嘅，佢只手系咩事干？黐线！佢都伸咗入自己个胸入边定点样？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？系咪一如既往？有时又要揾咩 CD key 又成啊？杀晒啲友慢慢搞啦，我哋唔使担心。啊，呢度有个傻仔。哇，边鬼度啊？边度啊？呢个傻仔，呀，飞虎队抵啊！一嘢坐落去，骑落去，即杀！喂，又要玩电流迷宫定乜鬼嘢？呢啲系录音带嚟啫，冇咩用。blah blah blah， 废话啦啦啦，好多无聊嘢啊！系啊系啊，好啊，我哋系统公司点好点好，系有问题，契弟嚟我哋公司。好，好，我哋准备启动系统，嘟嘟嘟嘟，冇计啊！我老豆系个钟表匠。咩意思啊？而家系讲紧嗰个录音带，唔知噏乜。喂，而家你至少爬到最高塔顶。你讲咩啊？总之电梯已经准备落嚟啦。多谢你。即系而家准备，仲即系仲争一样，即系我开启埋咁啊，搞掂。即系而家开咗个系统 reboot 咗一次，但系要仲争少少嘢未搞。搞埋啊，搞掂啦！好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喂，哇，真系几分钟搞掂，唔系咁易玩啊，大佬！嘟嘟嘟，太易玩了，讲真，如果你原来之前系用呢咁屈机嘅嘢，咁梗系易玩啦，乜 call 黑社会，我之前纯潜入，好啦，启动我呢个塔啦，究竟会发生咩事啊？会散播咩信息啊？啊！好，你话咩咁好身手，直接怼冧晒啲人仲劲。好，你玩电流迷宫，原来上嚟呢个塔就系为咗玩电流迷宫。喂，你有冇做过跳降落伞啊？我有试过爬山啦，俾野牛追有冇试过？冇啊！我就知道你对动物有咩意见啊？好憎动物啊！讲咁多动物做咩啊？我哋进化为咗食物链就取代我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啊，狗仔都一样，系啊！嗰啲狗仔啊，最憎嗰啲渗透咗社会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了解紧我哋系咩啊？喂，我仲谂住送只狗仔俾你做生日礼物，冇逼我变成踢狗人士啊！冇逼我啊！无啦，讲讲下又讲呢啲动物嘢做乜鬼嘢？爱变生命力，无啦啦。好，又要喺度搞呢啲，嘟嘟嘟，好，通咗电流啦，哇，好鬼烦喎，咁样喺度拧嚟拧个头都晕。跟住呢个，你有冇可能咁样睇得清楚个环境，大佬？
想呕咁滞，你会唔会咁样喺度整啲揈揈嚟揈去？哇！我咁样好辛苦啊！又上一层楼啦，点都好上。总之我哋目标就系见嘢啊，怼上去应该冇错。哇！仲有几耐啊，大佬？啲好考方，好虾人，好考方向感。系咧，我、哦、又上去啦，直达云霄。跟住咧，仲有咩啊？嘟嘟嘟！哇，又哇，又要再嚼落下低，黐筋啊！仲有几多条啊，大佬？黐线！呢度有两个双子塔，跟住环环相扣。哇！呢度都系通咗电啦，呢个，跟住呢个又通埋，咁啊搞掂啦，最高锁，黐筋，好，内部解锁啊，终于成功，嘟嘟嘟嘟嘟，呢个咩啊？卫星电视台啊，对准 WK 二 set， 即系而家攞呢个信号要射去边啊？而家攞紧个发射台，嘟嘟嘟，攞卫星加农炮，好，目标完成，嘟嘟嘟，可以偷听到人哋讲嘢，搞掂啦，等我再画六点正一下，耶耶，好，桥喺度，我要过去啦，记得带啤酒嚟啊！而家攞呢个塔系发射咩信号，我都未知。喂喂，风景几好喎、啊！哇，我咁辛苦，假设我系潜入嚟，佢哋又点样潜到咧？飞啦，飞毛腿！佢哋除非由，如果唔系我杀晒啲人，佢点上去？哇，佢坐上嚟做咩啊？啊，拱佢落街啊，大佬！咁危险，哇！呢个人都醒要扶佢。你确定有冇设定好啊？我冇质疑过你关于密码机嘅嘢。哎，我入咗去啦。我哋而家咧，系 Home 嘅社长啊，执行长，我哋准备俾惊喜你啦！好，我哋上紧电视台，好宣布啊，好开心啊，出 Home 2.0， 你只要揿个掣啊，诶，嗰、那个啊，匿名者嗰个 logo 嚟嘅喎，诶，咩事啊？请问你可唔可以评论啊？诶，唔该，熄个摄影机，耶耶，即系已经 hack 咗佢个智能系统 2.0， 你当好似咩 Android 或者 iOS。即系佢已经一嘢 KO， 好数位时代啊，市民欢迎啊 ，Home 啊，啊，认为佢哋可能耻笑你，卖个系统啊监视你屋企啊，话咩保证安全、私隐便利，吔屎啊！佢喺度卖紧你啲习惯啊，话俾你，你每个月嘅订交费啊，系嘛，换出啊，啊，卖俾人私隐嘅权利啊，觉醒嘅时间到啦！取回你与身俱来嘅价值，如果你冇仔嗰啲资讯啊，有心嘅人就会去啦，去偷你，你去祈祷我哋嘅企业善待你，或者掌握你自己嘅生命人生。黑社会俾咗你真相，我哋匿名者 Steven， 喂，你真系好肉酸啊！你个契弟啊，睇清楚，唔好咁样串我，呢个唔系明智之举啊 ，Steven。你最近发生嘅事啊，好唔掂啊！坐低先啦、啊。Dude, I gave you the means to 我俾啲工具你噶嘛，你知噶。Proactive with all 你我又好好使用嗰啲资料，但系你偏偏惹嗰啲契弟，仲将喺电视节目度出洋相。话唔定啊，有人将你个访问咧就自动调音喺度啊，整歌喺度串你添啊！千祈唔好惹匿名者，你唔够玩，佢系我嘅责任。你只需要为咗对我动粗呢件事，向我嘅律师团咧吓道歉吓、啊，你冇问题啊？You're gonna be okay? Say yes. 有冇问题啊？讲 yes 啊！喉咙痛啊，俾我打到。